儿童节，我们爱加倍课后班的儿童能够有机会进到校会，但是耶稣已经是年年都要过儿童节了。我们在今天的儿童节特别准备复活节礼物五色猪吊饰，要送给每一位家人。接下来是为五色猪的简单介绍。绿色起初上帝创造天地，黑色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违背上帝的命令，罪恶进入世界，全世界都处在那邪恶强制下。红色，上帝的儿子耶稣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，亲自担当我们的罪，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流出他的宝血。白色，耶稣基督的下场洁净我们的罪，使我们与神和睦。红色，耶稣基督的复活胜过死亡的权势，他是荣耀大君王。绿色代表创造，黑色代表罪恶，红色代表宝血，白色代表洁净，黄色代表荣耀。以上就是五色猪的介绍。聚会结束后，我们爱加倍的小朋友会在门口发放我们自己做的五色猪吊饰，每人一份，祝福我们天天思想主耶稣的爱。谢谢。好，所以等一下。